看来这一行是轻盈居多哦。那你一开始有点破掉，不过这字它出现很多次，你查一下后面的写法啊，应该就不难了，大概这个意思。那下面大概抖一下，然后就可以带一下。那因为他准备写下一个字，所以他继续写草。草从这上面张开，根据以前的习惯，草下面写个偏，下面重心偏低。泽，泽又是轻的，提笔绕圈圈下来，再绕往右下叫绕圈圈，注意一下啊，这代表刀字啊。鱼是左右，所以它甩下来以后，这边先写一个左边的，起来在右边的，鱼写下来，从这边正点撇过来。哦，这个字写的比较小哈，不要说写大的，而且写的比较长，因为下一个字乙字要写扁一点。笔，这个就开始很扁，左边一组，右边一组，我中间感觉很宽，那这个该鼓起来就鼓起来了。笔正，这重哦，正连续出现两次，所以它这里故意写重，故意写重，故意写重，这样就会跟上一个正做一个很大的反差。正则又继续重。它重按第一按，你一定要够重，不然后面就没机会了啊！因为重完以后通常会变轻啊。再来跟前两行那个油金鱼一样哈，长草、长草，然后虽，那这三个字又是连的，那连你就让它连啊，从这边逆的逆过来绕动，抬上去，轻盈的继续写。草，上面大，下面小，重心偏低，虽这个向右下角倾斜，带上去以后向这边向左下角倾斜，所以它们两个是有姿态的。